养孩子第九天啊、哦，今天给我媳妇带点麻辣兔头。带媳妇就是已经两天连续两天吃辣了，以后别老吃辣了啊、哦，吃辣容易上火。我不吃香，不吃香，但是咱尽量少吃啊、哦。嗯，给你啊。谢谢媳妇啊。哎，昨天领她去看电影去了，这电影看的，就听她在那咿咿咿的，前排所有人全搁那看我们。就听他搁那一电影都不是焦点，我媳妇成了焦点了。那我就感动的。你再感动，那你说你也不能一那么大声啊，是不是？你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控制不住这不是自己的话，那你说咱悄悄的哭，咱不那么大声好不好？以后真不想领你出去看电影了，真的。我自己去看。我老担心了。你干啥呢？我想吃豆脑。谢谢。我瞅我这惨的。就我都不是吹啊，我一会儿就得挨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离着他衣服扔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捡去呀？媳妇，你在爱我？嗯。你把所有的肉都吃了。就给我留点小眼睛，你可真爱我。就这个，嗯，你天天就想吃辣的，但是现在不行，不知道为什么吃太多辣的不行了。上午，我有点辣的受不了。那你肯定是要给我生个母牛。谁要给我生个小青龙？生个爆开！你要是给我生个小青龙，我奖励你。你奖励我啥呀？你奖励我啥呀？我奖励你个神秘大礼。真的？我老婆婆有没有奖励啊？你老婆婆必须有奖励。不光你老婆婆有奖励，你老公公也有奖励。而且，我老丈母娘和老丈人也会有奖励的，那是一定的。好吃的啊，多给我吃点，太辣了。我就掰着，我就吃这个。对，你把你最爱吃的。嗯，都吃，剩下都你吃啊。嗯，好了，这个你爱吃啊。嗯。你可真爱我。嗯。